我告诉你啊，马上快过年了，一定要学会这道年夜菜，招财进宝，做好了肉末，加葱姜、盐、鸡精、胡椒粉、毛油，打入一个碗刚刚下的蛋，用筷子搅拌均匀，再把香菇丁捏掉，酿上调好的肉馅儿。晚上倒入一包小酥肉专用粉，这个粉才是酥脆的关键。加适量的清水，调成浓拉丝的酸奶状，再倒点食用油，用这个面糊炸酥肉、炸茄盒都很酥脆。将香菇裹上面糊，六成油温下锅开蒸，小火慢炸。我每天都在用新的教做菜，我都想到你就给我一个小红心，鼓励一下呗，非常感谢。这样的炸香菇又酥又脆，小伙伴们非常爱吃，烤一个，赶紧给家人做一个来吧。